长好快哦，一年的时间长高半个头哎。爸，嗯，如果妈妈没有生病的话，我们会一直待在美国吗？是妈咪公司的。生病也不是他能控制的、啊、是不能，但他能控制要不要随便乱生气。打我，你那么爱他，你打我啊，你打。哎，你又52分在美国是及格吗？我又不是没有念书。姐姐，嗯？You know mommy loves you, right?